好啦，我等下回去玩啦，刚下课，那边玩那个吃的，我5分钟死2次，有点不想玩了。哎，那你们来对，哎，我会不会来上课？到底关你什么事？我在关心你耶，什么态度啊？你是不是加入总的帮派？到底关你什么事？难道你能救我吗？被砸了，说清楚怎么回事。高中生，我看清楚是哪个高中生吗？好，了解，我马上带人去跟他们瞧清楚，在那边等着。你把我朋友害得多惨吗？那又怎样？是他自己选择的。大姐，听说发哥在跟你们学校的人吵架。嗯，好，那我等下过去。拜托，他直接休学。